吃吧，这是我妈今天新挖的野菜，她自己都没舍得吃，拿过来先给你吃。哎呀，行啊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喝。那多吃点吧。肉挺多呀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什么感觉？好吃。喂妈，你今天挖的是荆棘菜，放心吃吧。你姑爷都吃完了，没有毒，没有毒。